哇，孙悟空来了。哇，去一杯天上的水，照着明月人世间晃呀晃，爱恨不过是一瞬间，红尘里飘飘。去一杯天上的水，照了明月人世间晃呀晃。就像是失去神经，我感哎，大哥，您这多少钱？那个？这个800啊。这800啊？这老东西。这啥时候的？这个？这送的那个。手里端着这个 AK 呢。啊，反正是老东西啊，我不懂。您最近多少钱能买？进到家300，少300不买。去哪零行吗？不行。很紧。不买。加我毛钱，全怪我。好好，可以。不要卖我了。我想问一下，咱们去黑龙江大学怎么走？我是新生。啊，叔叔，那个咱孩子呢？不是，我是新生。啊，叔叔，我知道了，是你伯爷还爷爷？咋考的100？你左边倒1，右边倒2，你到底才抄谁呀你？报上啊！给我看俺的答案和我的答案，全都排除的，剩下那一个保证是对的。随我，就这点，脑袋都是智商。来来，粘额头上，来，你把它拍起来，你看能拍起来吗？哎，不对呀、啊，你等一下，再来一遍。来，你把它拍起来。还不下来吗？你拍，10万娶了老婆，结完婚我才发现，他这个后面这个地方居然纹了一个草字头。我觉得他应该是社会人，说实话我都不敢跟他讲，我。
真的当时很犹豫，到底是不是跟他离婚还是怎么弄。昨天我实在忍不住了，我说你这是混社会的还是咋的，后面为什么要纹个身。没想到，万万没想到，他当时啪一下子一个嘴巴就打到我脸上。他说老娘这是照照惹出来的印。